找谁呀？喂，我找韩若定。韩若定，对付还没到，估计还在路上。啊，他可能还在路上，一会儿打过来吧。好，谢谢。到的挺早啊。对，请啊。哎，不是开会吗？是，马上就要开。比较重要，大家严肃一点。知道了，好，知道了，是吧？不定，刚才你有个电话，找你的是个女的。女的？谁啊？我从小就是在这海边长大的。认识你的那天起，我就想带你来这片海看看。我一来这儿就有一种亲切感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呀，这个城市有点像你。真的？是吗？骗子，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！我为了跟你结婚，我居然差点跟我父母反目成仇，可你居然给我生了一个别人的孩子。大家注意安全，小心点啊！注意安全，慢点慢点，慢点，小心。妈妈。好一身的汗是吧？嗯，热不热？热坏了是吗？想妈妈了吧？热了吧？嗯。妈妈，那是爸爸的车。是的，我现在看错了，跟爸爸一辆的车啊，来。孩子是没有罪的，有罪的是你。星宅现在越来越懂事了哈。妈妈，爸爸回来了。阿姨，带星宅去洗澡吧。哎，星宅。哦，先生回来了，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哦，星宅洗澡去。
我想跟你谈点事。什么事？不会是又查出什么病了吧？我们离婚吧。想明白了。我是为了星宅。